老铁们，以后遇到这种球打踢不够了啊，跳球的话跳不好容易飞球啊。咱们这么的，看着啊，往这儿加一点右塞，你看看，给它扫进去多好啊！完了，白球上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上来还有这么多球呢，你看看这位走的多细呀、啊！这球的话，咱就可以推三呗，推三的话下去叫二，叫一号中袋。要打劲儿了，哎呀，别走了，老铁。没事，你准你怕啥？继续高杆推。那这球基本上就没啥难度了，四号够的话就稳妥了啊。这球四号够打，老铁们，你们这么看是不是不够？但是咱们可以来一个小转塞，看着啊，左塞搓一点一个小弧线过去，看着啊，看见没？这东西吧，这得是灵活运用啊，兄弟们呐，你就学就完了。没事你就看我这第一视角，你啥都能碰着啊。这球高杆一小粒啊，推进看看六号这位置全是职业角度啊。然后这球打六的话往这儿走呗，走个小缝，是不是推杆给点左塞，看看就一点左塞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当出来以后的话，咱们现在推五号球中带的话啊，咱们就可以直接叫黑八了呗，是不是？高杆小粒啊，为什么小力啊？因为黑八底带走的直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时候一个低杆一拽呗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就这思路你学废了吗？点个关注吧。